相声最好啊，就把这个嘴得练好了。那是啊，全仗着说吗？对，早晨起来啊，用用功，有基训呢、啊。基训，基本训练。嗯，那怎么训练？把口型练一练。哦。使面部的肌肉松弛。啊。另外得说，舌头得练。那是啊。哎，唇齿牙喉舌，哎，全得练。因为你说话嘛，他用需要嘴啊。是啊。口腔得利落，口腔有毛病的人说相声不成。哎。没毛病的人你也得说呀。那是啊。你说这一段相声，一个字儿也不许错呀。对。一个字儿也不许啰嗦。哎。可谁也免不掉啰嗦，是吧？啰嗦，啰嗦，啰嗦，这最大的毛病。哦。就是功夫问题。是吗？早晨起来最好练练绕口令。哎，练练嘴。练练嘴。嗯。您看那我们那个马振芬同志，嗯，他嘴最好。是吗？因为他总唱啊。哎。总唱那66岁刘老六啊。啊。早晨起来先唱这个。嗯。先唱4遍。我们都做早操，他不去。他怎么样？他唱绕口令。哦。他说我这也是体育的一种。这怎么属于体育一种？这叫口腔体操啊。可好吗？非得嘴好。嗯，是啊。说的这个字啊要清楚。对。口音要正。哎。最好啊就是普通话。普通话。说普通话。哦。大家都听得懂。是。先由北京话这儿练。北京话可别说那老北京话。什么是你颠儿了，嗯，撒鸭子了。啊，就比如说一个吃吧。哦。一个吃啊就很多名词。啊。这哥哥馒头你把它吃了。这不就得了吗？很多名词形容。啊，吃了。还有什么名词？你把它参了。参了。参原来是文言的。啊，哎，可搁在这儿它算土语。哦。这算两用的。你把它啃了。哦。你把它开了。开了。还有你把它捋了。嗨。再多用一字你把它点拨了。您就说这叫什么话呢？这就叫北京话的土语。哦，土语。说北京话你说土语不行。那是啊。啊，你非得说普通话。对，现在提倡说普通话。是啊，今后说话都要按照这个规范。对，说北京话别说土语，就是普通话。哦，现在人都学北京话。是啊。因为什么？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，以北京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话。那倒是啊。像北京话这路话不行啊。嗯。这两个人你们二位怎么练呢？哦，怎么练？怎么练？嗯。这东西我买一个多少钱？练斤多少钱？嗯。练这练字我找着，后来我一研究是个论字。哦，论。论。嗯。论斤腰。是，或者你们二位怎么论？是弟兄啊，还是叔伯？怎么论？哦，是是，是不是？嗯，过去也有过这样说，让人呢、啊、都学，那叫什么？叫国语啊？啊，国语，就没推开。啊，有很多人提倡学国语，那国语说的不是味儿啊。国语啊，就过去那个电影里边，这不就说国语吗？啊，一说话这味儿。好了好了，我已经知道你的心理，可是我并没有答应你啊。这就叫国语啊。哎，是的是的，我已经知道了。好了好了，我们俩一道走好了。他们也拿这个当作北京话。哎，据说他们这是北京话。北京话的不是这味儿。是啊，那北京人要都这味儿呢多别扭啊。啊，北京话它有特点，说的流利，说的快。哦，你走街上你听听北京话。三轮哪儿呀？东四。五毛。三毛。四毛吧，多了不要。站住，拉了得，这话说的干脆呀、啊，干脆吗？哎，流利是吗？你说要都跟那个过去那电影明星那味儿，那马路上你瞧着别扭不别扭？啊、嗯，走街上都内陆北京话，这辆三轮车水地呢，你好不好拉我去呢？嗯、蹬三轮这位也这味儿，你这味儿。好、哦，先生，你要坐我的三轮车去吗？好、哦，我真的感激你了。这有什么感激的？你要到哪儿去？你拉我东四牌楼好了。嗯。哦，东四牌楼。东四牌楼。嗯。你为什么要到那儿去？我住家就在那里。是啊。哦。你给八毛钱好了。嗯。
我只给你3毛钱好了，你自己考虑一下。嗯，不，先生，3毛钱未免太少一点，我实在不能答应你的要求啊。这什么要求？